今如此今是现在是由民转物啊，真的也是这一段，应该是说从我公公的往生开始，因为我公公很疼我，所以我公公突然往生那一段时间，我就好像那种心就是很空的感觉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开始诵经啊，折莲花、折元宝啊，然后就这样的因缘，我开始接触佛法。我念的经也念了不少，以前念经是一种求我要解脱的感觉，但是真的解脱吗？是越来越迷，已经变成我已经在那个漩涡里面打转，跑不出来。过不久，九二地震嘛，九二大地震，那时候电话都不通嘛，不通，所以都会很着急。然后又看电视，里面那个画面都触目惊心。然后看到好多慈济人嘛，那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，如果这边有慈济，我要参加。到2006年，我爸爸往生之后，才真正比较投入在这些活动。在活动当中，有一些人我是会的这些纷争，刚开始一定会有嘛，只是说我们尽我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。